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去讲 Protect 的思维，道法俗气认识最顶层的设计，而我们用什么思维。现在我们讲的是互联网思维，数据化的经营。中国在以前是农业的大国，它是生产力是依靠人力成土地，但是它没有跟上工业化这一个阶段。工业化就是生产力就是依靠机器、厂宇、厂房。现在互联网的时代，生产力是数据、厂宇、算法、algo。现在中国有70%是数据经济来的。习主席20年前他们提出数据福建。现在我们聚焦是数据中国。在互联网里面有一个是共享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道理，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房地产行业这个效率要提高，成本要降低。很多人去考虑的是自己的盈利问题，他没有去考虑怎么去改善整个流程，整个使用人的方便性、舒适度这一方面。其实我们最后的企业的生存就是为人、为顾客去服务。你去看 Airbnb， 他们是可以把房子的持有人出租，这个利润提高、效率提高、居住率提高。把闲置的房产可以盘活，还有就是可以帮租房的人找到一些他们喜欢的房子，这个就是依赖现在互联网数据跟算法这一些。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，比方说你 AI 审图也一样，做代理这一方面也一样，我们现在很多是依赖以前讲的ABCD 5G 这些东西去把它实现。但是你最起码有一个互联网的思维，数据的思维、数据经济的思维，你才可以把格局放得大。放得大的时候才可以你去想一些新的方法，因为最重要要解决人的痛点的问题。今天讲的 PropTech 思维就到这里，有什么可以留言的，再见，拜拜。